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生说嗨，嗨。好，本周的英文金句呢是在 Psalm 84 verse 7， 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ill each appears before God in Zion。 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个句子当中呢，有几个单字，第一个就是 strength 力量，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呢，它是有不断壮大的意思。所以说呢 ，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就是他们行走的时候呢，力量的不断增加的意思。然后再来第二个单字呢，就是 each 就是 each person， 就是每个人的意思。然后因为它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它的动词就会加 s 哦。然后还有呢，就是 till 是 until 的意思，这个大家都很熟，就是直到。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appear 就是出现 ，appear before God 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常听到它的反义词就是 disappear， 不见了。好，就像吴杰胜不见了。好，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下最后这一句，我们再来念一次，就是 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ill each appears before God in Zion， Zion 就是西安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